子于日前替南韩杂志拍摄一系列美照，盯着粉紫色极简秀发，不走甜美风格，反而改冷酷风，展现不同面貌的自己，还连换多套造型，小露纤腰的穿着让人惊艳。今日杂志加码公开拍摄花絮影片，只见子于身穿丹宁连身裙，举着一把彩色气球在屋顶上摆拍，搭上阳光洒落的画面，满满清新感。另外一支影片则是由子于本人亲自掌镜，他手上拿着能远端按快门的机器，先是摆出单手叉腰、比脸颊爱心等动作拍摄，接着靠近镜头，闭眼嘟嘴，对着镜头露出甜笑，眨眼吐舌头，瞬间电晕全网，立刻吸引众多粉丝的目光，并大赞子于好漂亮、好甜。这影片完整了我的一天，动态子于又是另一种巅峰，拜托推出整本都是子于的杂志吧。